好，主体没有进啊，主体没有进。我又看到那个刚才那一幕啊，那个楼啊，万中间靠，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好多也差不多三到五个人呢，站在大嘴，站在大嘴，也在看，啊，这不知道是来自哪里的圣命体，他们站着大嘴啊，在也是在往下看，也是在往下看，这个整个宇宙里面很高兴的啊，整个宇宙里面很高兴的，他们要想解决的那些关于核物质的问题啊，终于已经差不多有着落了。 有着落了，通知到地球人了，可以啊。有了话语权以后啊，就可以通知到地球，通知到了以后就，接下来就，就把它铲除掉了啊，把这些核物质可以清理掉了啊。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啊，黎明前的黑暗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